跑男家族豪宅都啥样，郑恺奢侈，郭麒麟简洁，看到蔡徐坤少女心十足。首先看到的这位就是郑恺，有小猎豹的称号，他也是整个跑男家族最趁钱的那个吧。前段时间也和自己的女友领证了，这波狗粮还是有些措不及防的。他在自拍中也晒到了自己的豪宅，背后的房子就是了，绿化环境很不错，而且看上去就很高端大气上档次了。然后就是郭麒麟，这位男孩在跑男中也圈了不少粉，虽然个子比较小，但本身说话很幽默，展现了不一样的自己，尤其是在最近一期的内奸特辑中，很好的诠释了将军这个角色。他的豪宅就很洋气了，整个客厅很简洁，装修风格还是高大上的。最后的这位就是蔡徐坤，是一位长相很出众的小鲜肉，同样也是跑男家族的颜值担当。这位男孩近几年发展也很不错，在北京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豪宅，整体看是粉红色的，少女心十足，是很多女孩羡慕不来的模样。